家好，我是小大姐。Thank you.
圆呢，这是金瓜汤圆。金瓜。嗯，你要跟我们一起敲汤圆呢。嗯。等一下啊，我敲好这个粉先。好的。嗯，好像没有这个。嗯。嗯，我没敲成团。呀。先穿成团啊！可以了啊！可以了，来，拿出来呀！我手都僵直了。去洗个手呢，我们搓汤圆。大家好，我是傻大姐，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道呢是金瓜龙眼汤圆。今天这款汤圆做法呢比较简单，它只需要用到几种简单材料，就是金瓜、龙眼还有椰浆。如果不要用椰浆呢，可以用淡奶或者豆奶来代替，口味都很好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也祝大家冬至快乐，拜。哇，你们做汤圆是吗？是啊，要是吗？要。嗯，等下雨明用来的点是啊。OK。好了。嗯。
妈咪的青瓜很好吃哦。好吃啊，又颜色又美哈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很有营养的。太好吃了，好吃。你叫妈妈穿来我。泡泡云。佢有嗰個露眼眉，又好漂亮喎。今日夜妝好搭，好食啊！佢有嗰種好似鹹鹹嘅味道，鹹甜甜甜，好吃。啊，食多碗啦，食多碗。啊，食多碗。你吃很多了喎，一碗了喎。本身很湿啊，应该有什么饭？嗯，吃了饭，夜点再吃一碗哦，对不对？我们有鸡蛋吗？嗯，嗯，我要鸡蛋，蒸蛋，要不要？观看更多，请关注傻大姐美食厨房。